我是冰小雨。今天这个场地大家一定猜不到我要教大家什么样的运动呢？好，请看，后面有一个墙壁，大家一定有墙壁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三个动作都是运用墙壁可以做的动作哦。废话不多说，我马上正式开始。好，初学者可能要那个暖身一下，预备，这个动作。